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佳佳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卫衣套装。这个黑色套装呢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，而且很时尚。无论是单穿呢，还是成套搭配呢，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，非常实用的一个套装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上衣和裤子呢，我都是买的 S 码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这个呢是短款的卫衣，棉帽的啊。侧面呢，它这里是有个弧度的，大家看到吗？是一个半圆的一个弧度的啊。这款上衣呢是个前长后短的拉链设计啊，拉链也非常顺滑，一下就打开了。非常有质感耶，在视频里面大家就能看到它的质感还不错啊，而且手感和面料呢也是很不错的，非常值这个价格啊。细节李作东给大家看一下，都是包边的啊，非常工整。后面呢是一个连帽的，这款单穿的话也是非常好看的，里面搭个吊带，下面配一个黑色短裙穿也是很甜酷的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裤子，这是裤子啊，它也是可以分开来买的，可以单独买裤子，也可以单独买上衣，这样是一套的搭配啊，我都买回来了，给大家到时候做一个参考。这款裤子呢，它是没有口袋的啊，所以要介意的话就是盛牌坊这一款裤子的话，它是这个松紧腰啊，没有口袋，做工细节各方面都还不错，非常工整。前面呢，它是做了一个暗线设计啊，一条暗线设计，后面是没有的啊，就是一个纯色的。现在我们把它搭配起来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好，我已经穿上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套的效果，一套穿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，很时尚啊。这款上衣的话呢，它是一个 U 型的啊，非常显瘦，而且很减龄啊，还是有点小遮小肚子的。穿上身的话也非常舒服啊，面料非常的柔软亲肤，然后它这个袖子的话呢，对于我来说它是这种半遮手臂的啊，如果说嫌长的话也可以把它卷个边，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啊，卷个边和不卷边的效果对比一下，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不影响的。这款裤子呢，穿上身让我感觉唯一不好的就是它没口袋，搭配一双运动鞋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套的穿搭。这一套整体的穿搭呢，还是蛮好看的，也很有时尚度，非常休闲啊，穿上身非常舒服，尤其是它高腰的这个裤子，我觉得搭配这个上衣真的很绝，这一套非常简明休闲啊，跑步和运动的时候穿，我觉得最合适了。学生党上班族都是可以去入的，拿一个黑色的包包。小小美琪视频呢，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我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